我之前吻了你，但那个吻并不是冲动，而是，是我，所以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 我好像不懂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因为一些个人因素对感情是没有安全感的。如果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即使最后分手也没关系的话，我对这种感情是接受不了的，你懂吗？懂了。所以你能接受吗？